InStyle 的读者们，大家好，我是 International Professional Superstar 小 S。 古装，因为梳那个古装头的时候真的非常的痛，像我没别的就是要真呼。在人生中你要真的被打巴掌的机会实在是太少了，所以我觉得当演员也让我觉得这件事情很爽，就是被人家打巴掌。而且我也很想要赏别人巴掌，可是你真的打不下手，因为赏巴掌就是像我女儿每次欠揍，然后我都顶多就是小时候有这样拍他们屁股过，就是你怎么可能就是打自己女儿巴掌，就是这一切就是太践踏人性了，所以在真实人生中很难遇到。可是我真的很想要被别人呼巴掌，所以还好在演员的身份当中有享受到。很高很白很瘦，不会，因为我不知道片酬很难很难谈，然后我也不希望他，就是他很会演戏这件事情，我想想也觉得蛮变态的耶。因为是小 S 演的，然后第二个是小 S 还分饰两角，而且小 S 在里面被整得很惨，